李东旭和金高银曾经在电视剧《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》中合作，而这次疗愈系韩总盼望的大海，两人再次同框，李意外透露更多他们私下的相处模样。节目片段中，李东旭开车载金高银一起去潜水时，不知道为什么金高银突然忍不住笑问：“你一个人在 KTV 都不唱歌的人，干嘛突然说要唱歌？”李东旭也笑出来：“去 KTV 都是你和鬼怪在唱。”金高银则是反驳说：“鬼怪唱的比我还多。”李东旭则是回应：“假如10首歌，大概高银6首，鬼怪3.5首，我0.5首。”接着又一副担心的样子问金高银该怎么唱歌，惹得对方大笑。原来是李寿贤邀请李东旭一起合唱《越来越爱你》的《City of Stars》，而两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看出，就算鬼怪播毕5年了，但孔刘、李东旭和金高银三人的感情还是相当好，感觉三人一起去唱 KTV 的画面会很可爱啊。